的这位歌手叫小珍小姐，在莱德啊，莱德的演奏这边穿个大红的衣服。我们539会员看到喜气洋洋，我们就会中奖了。今天中奖几率80%，所以记得跑到这边，下午早上参加记者会后，下午没事跑到这边来唱唱听听歌啊。你看这边有四人组乐队，蛮好听的。以前记者也很会跳舞，各大舞厅跑遍了，新加坡、华侨、华都、夜巴黎、高美。小珍小姐唱的歌，祝你